好的，各位亲爱的小老弟老铁们，跟来聊。那今天这一集呢，是回答这个小老弟的问题哈。小老弟就是在说，夏天快到了，他说他的手哦，很容易出汗，而且就是很油的那种手。那比较推荐什么课哦？那我现在拿出三个课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的，那你们可能就要去找这一类的课。那像我自己的手是比较干燥的，所以我手很干燥的话，我在使用的话，我都比较喜欢那种塑胶壳或者是那种硬的 PC 的壳，因为它摸起来，因为我的手很干，所以我需要那个壳摸起来是比较滑润的。那现在有一些壳就是，那我们反过来，假设你今天你的手是很油腻的人，你就要想说你的手好像都抹了一层油或者都有水，那我觉得你可能比较适合这一类的壳，好。第一种就是我觉得是皮革壳，因为皮革的壳，像我自己手很干的话，我在摸皮革的壳的时候，其实我的手很不舒服，因为我在摸的话就会觉得它就是就干干的啦，干干的粗粗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手是有油或者很容易出汗的话，它的这个摩擦力你就可以去把它抵消掉，甚至说你的手如果有油或粗很容易出汗的话，你的那个油脂啊或者是汗水会被它的这个皮啊，它的这个皮会去把它吸进去。所以你如果是用皮革壳的话，我建议你买原厂的皮革壳，或者是你买其他的有皮革的，它你就会用你手的这个被它吸进去以后，顺便去保养这个保护壳。因为其实这种皮革壳照理说是应该要有一点上油啊或者一些油脂去保养它，那所以你的手如果是很油腻的，很容易出汗的，我第一个推荐就是你买皮革的壳。好，所以像这种皮革壳，我自己手很干的人，我有时候我都会故意抹东西再去摸，不然我平时手很干的话再摸我就很不舒服。所以我皮革壳我自己很少用，它会被我归类在很后面才会去使用。那你今天刚好相反，你的手是很油腻的，刚好可以被这个皮革的去吸收。好，所以我第一个推荐的是皮革壳，好，然后第二个推荐的话是，比如说像细胶壳，细胶壳我觉得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像我的手很干啊，我在摸这个细胶壳啊，它就会很黏，就是说我的手去摸这个细胶啊，它会阻力很大。好，所以如果你如果细胶壳拿不住的话，像我拿这个有时候拿不住，我的手就要去用水去摸才会比较好，才会变滑润。好，那你今天你的手很容易出水或出油出汗的，我建议你就是像细胶壳也可以，它就会让它是一个阻力。好，不然这个细胶在的黏黏下下吧，就是阻力很大，所以它细胶壳它很止滑，所以你如果今天很油腻出汗的手有水的，你会把它中和掉，就不会那么阻力那么大。所以像我的手比较干，我再拿这个细胶壳有时候也会不舒服，因为它太黏了，太阻力太大，所以我在摸的话，其实哦就是就黏的啊，就下下就是很粗啊。好，所以它跟这个皮革壳一样，就是都是有一个粗糙的感觉。好，那我觉得这个的阻力还比皮革更大，所以我建议这两种都是可以，细胶的跟皮革的是比较适合你手很容易湿湿的或者是黏黏的来用这两种壳。哦，那皮革的话它可能会吸进去刚好保养，那细胶的话可能会在表面，但是它在表面至少把它中和掉，对，所以这两个是就是我认为是可以先选的是这两种材质。然后还有一种是这个是这个 Unil 的 Dapper。 好，我为什么拿这个壳是它刚好有那一种材质，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就是说其实像我自己为什么有一些壳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像这种塑料，我之前在谈的就是它摸起来是刷刷刷刷，就是好像有那个滑石粉在这个塑胶上面，所以我的手很干，这种材质的壳我在摸，虽然它这个壳做的什么都非常棒，可是我这种手很干的人，我在摸这个壳的时候就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在摸的时候它就是好像你手上有磨粉啊，刷刷啦，就是反而很滑，很不好拿，拿起来就不稳哦。所以这一类的壳，我会建议说，你如果手是那种很油、很有会有汗的，
这一个壳的话，就刚好你可以去综合掉这种沙沙的这种壳的这个塑料啊，就很像你在上面撒痱子粉，所以我建议这一种壳你也可以。所以你买这种边框塑胶的壳，你去看它这种材质，如果你看起来它这样子雾雾的，上面还有一点反光，就代表也不是说反光，就是你看它白白的这种的材质，它这种摸起来就刷刷。所以 Unique Dapper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蛮适合你的，而且它这边是这种雾面的这种材质，你的手油腻什么的，它这个比较不会沾。好，所以这个 Unique Dapper 这个你可能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你可以买，因为它这个没有 MagSafe， 所以你再买它外接的贴上去，它这个壳的 MagSafe 非常巧，好，贴这个外挂的两倍吸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三类的壳是适合你的，其他的就不行哦。其他如果像那种，我随便再拿一下好了，等我。比如说，如果你的手是很油、很容易出汗的，你像这种原厂的透明壳，你这个摸下去一定全部都很滑，因为它这种塑料虽然它摸起来，为什么它摸起来会有一个直滑的感觉？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手很干。像我这种是很干、很干燥的手，我在摸这个我就喜欢，因为它很滑润。滑润的时候，加上我手很干，我在摸这种硬的 PC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止滑的感觉。所以这个而言，我觉得这种手感会最好的原因是，可能是我的手也是比较属于正常跟中性的，跟稍微干一点的，这种摸起来是最好。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手很油、很容易出汗的这种，可能会更惨，所以你不能用这种，你也不能用这种 TPU 的也不行，因为这种 TPU 的一定会很油腻，所以你只能用这一类的。我再讲一遍，就是皮的，它这种摸起来很粗，它会把你吸进去，油什么都吸进去，还有这个细胶的，细胶这个阻力很大，也是手放上去就会粘住，你必须要有东西去滋润它。这两个，尤其是这两个，我推荐。那这一类的话是这种旁边这种刷刷的，哦，刷刷的这种摸起来很干燥的，它也是需要去滋润的，这一类的壳推荐。这个是 Unique 的 Dapper， 这个蛮不错的。那其他的壳我觉得就会比较不适合你，所以我就是先推荐这三个，然后这种你再去自己去推看哪一种壳类似这种壳。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了，希望对你会有帮助。